¿Qué?这怎么这么多啊？你自己也要留一些的。那我留一张好了。哎呀，一张怎么够？你多拿点。我够了。你上学开销大，我没事儿，吃饱就行了。可你最近瘦了好多，你是不是又多打了一份工？没有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非要出国，害你这么累为我挣学费。没关系的，我现在新找的那份兼职我很喜欢，我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。这钱你就踏实拿着吧。辛苦你了。谢谢。应该的。你们班有没有男生喜欢你啊？如果有，你会吃醋吗？不会啊，只要你幸福就好。傻瓜，放心吧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，我一直都在。思乐，思乐，你睡了吗？呀，思乐，你们可回来了！哎，宋宋呢？先去医院了。哦，来，我帮你拿。我也想念我的变形金刚。
喂，洛奇。齐思乐，你胆儿真够大的，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到现在都不告诉我。安，你先别激动啊。我凭什么不激动？老爷子病倒了，茂林要易主，你又要离婚，你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是吧？行，齐思乐，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朋友。再见。告诉你也没用啊。过去这么久了都不来哄哄我，什么朋友不朋友的，我骗你吧，手机号拉黑，微信拉黑，微博我给你取消关注。喂，闺蜜，哎，你知道吗？孙浩宇家里出大事儿了。我知道，我人就在医院呢。老爷子这边离不开人，我和郝旭轮流倒班呢。合着你都知道了，你们俩就不告诉我呗？你们俩就孤立我呗？闺蜜电话拉黑，微信拉黑，微博我再取消关注再拉黑。谁啊？谁啊？洛奇，咱们俩都不来往了，你来我家干什么？朋友有难，你不帮吗？谁是你朋友啊？洛奇，我真的不是有意隐瞒你的，是这些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发生的太快，我整个人都要崩溃了，所以对不起啊。那你跟孙浩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果然是青出于蓝，表决会的事儿你不必担心。不行啊，还好有几个股东跟茂林是一条心，我们现在手上有四成的股份，待会儿再跟进一下，免得在晚上股东大会之前他们在背后搞小动。我要早知道你有这么强的谈判能力，我就算是绑也要把你绑进茂林公司。你这夸得让我有点愧疚啊。知道就好，郝总。这一仗稍微有点胜算了。你去医院看看爷爷吧，剩下几个股东交给我，我去和他们谈。辛苦了。什么？宋浩宇跟你结婚竟然是为了他，怎么能这样啊？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啊？我跟他提了离婚，但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他也挺难的，所以之后再说吧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爷爷的身体，还有他的公司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替他的事操心，毕竟还是一家人，不可能无动于衷啊。你又不是董事会的股东，可以帮忙投票，你这样干操心也没有用啊。我是不行，但你可以啊。
感情刚才对我装可怜，现在要对我坦诚相待，就是为了让我帮浩宇，对吧？我不是不帮你，只是我们樊毅在茂林的持股份额达不到董事会的标准。